Selamat pagi， 周末给我讲马来话的。早，哇，你们今天全部把我分享了。Sorry 啊，迟一点了，没有助手啊，今天。早上好 ，DQ Wong， 哇，谢谢你每天这样来 support 我嘞，帮我分享先啦 ，DQ Wong。Morning， kopi pengkau satu 啊，boleh？睡不醒啊，谁睡不醒？不是睡不醒，我不可能睡不醒啊 ，Kimmy Young， 我六点就起来了咯，因为我要载小孩子上学的啊，我载了我就直接来 office 了。Morning， Emily Lim， 来先帮我分享先啦，各位来爱心说上来，注意看啊，你们的这个，我跟你们讲啊，爱心在哪里啊？你看啊，这个是直播啊，下面这里。那下面这里有爱心啊，看到吗？你按着爱心。这个我跟你们讲啊，爱心在哪里啊？直接按这个就可以了。这个是直播啊，下面这里。眼睛小小力啊，我眼睛越老越小力啊，年轻的时候就很大力。我爱分享了，谢谢你，欧月哥早上好。您今天分享了，我想问一下，这里172位朋友啊，上一轮跟我买那个白钢展板的有没有？有的话打一个加一一下。有的话打一个加一一下，上一轮已经买了那个白钢展板的，打一个加一一下。先分享先啊，大家进来的先分享先。今天只有我一个人罢了。表妹 MC， OK 姐，等一下有 meeting， 然后傻一等一下要帮虎牙妹开直播，所以就我一个人呢。没有那分享，谢谢你。刚刚下班回家哦，你做晚班呐、啊？手机又哦，买了是吗？上一轮有抢到是吗？好，肯定用上一轮也是有抢到哦。全全早上好，我等一下要给你们，要跟那些抢不到的朋友，然后有些抢到的朋友要给你们讲 sorry 一下，我等一下要很慎重给你们道个歉一下，然后顺便我给你们讲一下。等一下要讲座 ，LYK， 谢谢你帮我分享先 ，Emily Cos 帮我分享先，可以吗？早上好啊！早上好，全部先分享直播先啊，好不好？分享一次先，分享一次先。早安，刚才去支持 Standard Steel Foods 说嘞，满意吗 ，Michelle Ang？满意吗？是不是很漂亮？是不是没有骗你？有没有摸到那个质量？有没有看到那个质量？是不是没有骗你 ？OK 啊，早上好，来 YK， 张金丁啊，来，谢谢你上一轮 support， 记得帮我分享嘞，这一次。Selamat pagi， 恩一旺 ，OK， 多弄三页 share 的路啊，这么这么多人今天跟我讲马来话了。OK， 如果你们是第一次看我直播的哈，我是华人，我是混血儿来的。OK， 可能你们看我这黑黑会讲华语这样厉害的。OK， 我叫好友哥啊，你们记得 like 还有 follow 我们的主页 ，like 还有 follow 我们主页啊。梁淑珍早上好，来，那个、啊、这个就是你们上一轮买的啊，我给他移位一下，上一轮买的啊。OK， 今天我是来不一样的，那我先跟你们讲先上一轮发生的问题啊，我讲完了我才可以很放心的去开始介绍这一轮，因为上一轮呢。我们下单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讲哦，那个数量哦 ，OK 是对的，我只是帮忙清罢了的，对不对？我有讲过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讲说在直播里面，你们下单多少 ，OK， 你们下单多少呢？你尽量就是你拿多少，就不要再去后面加单。结果到最后呢，后面加单很多，然后有些来面交，
来面交 UNA 导致到货不够 OK 导致到货不够，导致到有些顾客下单了 OK 结果他们拿不到 OK 他们拿不到哦，然后他们就生气。所以今天我很想跟大家讲一样东西，就是说呢，待会呢如果你们真的下单的话、哦、能的话、哦、你们一次过下单完，因为我不可能关播过后呢我再去接单，除非真的有货。然后你们来面交的朋友呢，你们尽量就是说你们来了过后，是不是你不要一来然后就直接拿，这样你明白吗？因为有时候我们给你们抢回来啊，又好像我们不是一样，你明白吗？所以通常表姐啊阿妹啊他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是吗，他们不知道怎样做啊，就我硬硬跟你抢，我好像很不尊重你，然后人家哎呀你们有的啦，你们有的啦，你们有多货的啦，你们每次只是在直播里面啊，你们骗人家讲没有货罢了。我很老实跟你讲，别人的直播我不知道，我的直播是这样的，我的东西限量的、哦、我一定跟你们讲限量的，如果是 unlimited 的、啊、我就没有去管了，但是限量的东西我们必须要跟你们讲限量，就是刚刚好就是那一个量，所以尽量就是说你们下单多少你们后面要加单，你们来到你们先问，先就是问看有没有多的，有多的 OK 啦我们出给你们，没有多的你们不要用抢的情况这样去跟他抢，不然我们后面这些 customer 啊当然已经解决好了啦，所有这些后面的 customer 啊解决好 OK 包装没回去又用，所以啊再看安娜来又这看金了，不干啦再有那金了啦，看出干好友哥早上好，黑是不想这一生白活，加油的。那么我的有吗？因为我等一下来面交，你的应该是有了。如果是那种过龙的嘞，我们都有 second plan 了的 second plan， 但是 Live YK 你可以现在看，你可以现在看这个，可能你要换，可能你要换，你可以现在看这个，我先给你们讲先，但是先给我300人先可以不可以，各位宝宝OK， 现在250个人，你们每一个人进来的帮我分享一次先 OK， 帮我分享一次先哦，没有了小编讲没有了 Live YK， 但是有好消息给你，有好消息给你啊，有好消息给你好不好，好消息给你 OK， 来我先讲一下先啊小编给我知道一下大概有几个人没有货出给他的，小编大概有几个人没有货出给他的，所以这里我先跟大家讲，当然这个东西并不是你们的问题，并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我们客服上面的问题，是我们面交上面的问题，这里我好友哥跟大家讲一个道歉先 OK， 讲抱歉先啊，抱歉先 OK， 赖外哥放心，有好消息给你就对了的，总之那些给拿过龙了的没有货拿的，有好消息给你们就对了 OK， 有好消息给你们就对了啊，所以真的每一位真的十分抱歉啊，如果导致到，因为我印象中好像有十多个有这样的问题，然后他的问题是出在每一个来面交的时候，他们直接拿了就走，直接给钱拿了就走OK， 拿了就走，所以我希望就是说今天这个直播，包括等一下如果有要面交的，希望各位宝宝，因为我今天这个也是限量，我今天这个也是限量，所以希望你们下单多少 OK， 你们拿多少，你们要加单不是不可以，你们要帮你们的亲戚买不是不可以，你来的时候呢先问有没有货先，你们不要来了、哦、你就直接拿，你来了你就直接拿了你直接给钱啊，你连单哦，我不用单，然后你拿了就直接上车走掉去，这样表姐跟阿妹很难做，因为他们女生啊，她也不敢说给你们大小声，哎，比赛啦，亚登来啦，曼来赛换呢 ，OK， 她不可能这样去骂你们的，因为我们骂你们啊，等一下他们又被 complain， 他们被 complain 呢，到小梅啊那边呢，他们又会中骂，所以他们宁愿就是说，哎呀，算了啦，没有办法了啦，哎呀，我们的问题。所以希望就是说等一下我今天这个也是一样是限量货，所以你们下单你们考虑要清清楚楚，如果你要知道你的大嫂也好，你的表姐也好，你的爸爸妈妈也好，他们要买、哦、你直接马上就打电话问他们，或者是直接买 OK， 或者就是直接买了送给他们，那没有关系的。 Any 中我的有吗？ A 加2有，总之你们这些全部还没有拿货的，之前还没有拿货的呢，我跟你们讲 OK， 这个直播可以算是你们的好消息OK， 这个直播可以算是你们好消息。我直接把手机给妹拍照看单，对，好像有些顾客他们就比较醒目，他们就说来了 OK， 你拍照，我订多少我就拿多少。就说我有时我无奈一样东西，就是说我希望大家明白一样东西，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做。可能你们在外面，你们看很多直播平台都是天天跟你们讲没有货没有货，然后其实是一大堆货。
我好友哥做直播是这样的，真的有货的东西我会跟你们讲的，你明白吗？比如说我这东西我有500粒，然后我这场直播 OK 我只是卖100粒，我不可能会跟你讲没有货了，你明白吗？这样如果还有限量的东西，我一定一开始 OK 我就会跟你讲限量。而且哦，就是说这个砧板啊，其实啊真的是算是很爆单，可能是价钱的关系，有没有？因为其实我已经预算多了嘞，就是说我本来的货哦，我总共哦我是有400个嘞，我只是预算350个拿出来卖嘞，因为我就知道后面一定会有人加单这样的情况，我预算50个多出来的给他们后面加单的，但是偏偏到最后卖出去的嘞，差不多是440多个这样左右，所以啊 overload 了一个40多片。overload 了一个40多片，还好厂家那边还有剩的，我们再拿，然后变道还差一个10多片。所以今天真的 OK， 今天真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的这一个啊，我只有150片，当然我也是一样有保留50片，所以我算150片就好，我在直播我能做的只是150片 OK。 所以等一下如果你们真的是要买的朋友，你们越早下单呢你就越稳，你明白吗？我不是要催你们下单，不是要 hard sales 你们 OK。 因为今天这一个呢也是一样 OK， 来之前有买的朋友，我先给你们讲一下好消息是什么啊 OK， 先给你们讲一下好消息是什么 OK。 来这个，来我上一轮卖的是不是这个？是的朋友打试一下，我上一轮卖的是这个吗？对不对？是这个啊 OK， 我上一轮卖的就是这个，被抢了440多片了 OK， 上一轮卖的是这个啊，所以我今天做的是这个，来看起来一样对不对？看起来一样对不对 OK。 来现在注意看啊，我这样放下去啊 OK， 这一片呢它会大一点点的，然后呢它比较厚的啊，看到吗？你看到分别吗？看到分别，没有人爽蛋，我跟你讲这个砧板真的没有人爽蛋。但是一级令这个你今天要抢，款式是一样的 OK， 款式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比较厚 OK。 再来我给你们看一下重量的分别啊，来这里，所以这个啊砧板我跟你讲，你真的不用等人爽蛋，你等一下你看中了直接买，当然价钱不一样一点啊OK。 来这里给你们看一下啊，来这个是我上一次卖的啊，来我放下去先，看到重量吗？一个 kilo 对不对？看到重量吗？一个 kilo 啊 OK。 今天的这一个啊，来 OK， 注意看 1.5 kilo 啊， 1.5 kilo 啊， 1.5 kilo， 所以这个重多 500g 了，比较厚的，你看我给你们比较你们就明白了 OK。 注意看它的厚度OK， 注意看它的厚度啊，有没有看到它的厚度？有吗？有打有一下，麻烦一下各位，有看到它的厚度分别？有打有一下，有打有一下啊，有打有一下，来 ，OK，OK，、okay. okay, 所以我东西我必须要讲要清清楚楚 ，OK， 我必须要讲要清清楚楚先啊，今天，来各位听好，这一个 JB 帮我分享先可以吗 ？JB 帮我分享先可以吗 ？OK， 来各位。听好一样东西啊，我今天这个只有150片，我今天这个只有150片，真的，你们等一下我一开放下单的时候呢，你们下多少你们想好好，你就是说你要送你爸爸妈妈，你直接一次过你买到完了，你不要说打了在家，还是等我关播了你再去打电话啊，去跟后台讲啊，要不要啦，这样啦，你们有的啦，你们有的，我真的跟你们讲，我好友哥从来不骗人的，你明白吗？我从来不骗人的，限量货我就跟你讲限量货，没有限量的东西我一定跟你讲，没有限量的东西我一定跟你讲，我手上现在有多少货，我能吃多少货，因为我不要让你们每个人失望，我不要让你们每个人失望，你明白吗？所以今天这个是加厚版的，然后它的概念一样，听好，这个也是抗菌，就是说quality跟这个上次我卖的东西是一模一样，它多了两样东西，就是它加厚加大，它加厚加大，所以一样，这个你拿来切火龙果，你拿来切黄姜这一些东西来讲 OK， 它是不会留色素的，容易清洗，也一样，记得砍转过来后面砍，明白吗？转砍过来后面砍啊 OK。 它两面的咪咪大，再介绍一次可以，我等一下会叫安内在上面切那个炸鸡给你们看，砍炸鸡给你们看，好不好？好不好？所以哦，来咪咪大帮我分享先好不好？我知道你们很想要看我介绍，但是我也很需要你们的分享，我只要你们分享一次在你们的个人主页罢了，分享一次在你们的个人主页。所以这里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个砧板啊
OK， 为什么这个砧板会这样烂骨？因为一般上你们家里用的砧板呢，基本上是两种而已。你不是木砧板，当然有些是买那种金的砧板啊。OK， 来一种木砧板，一种 plastic 砧板。因为木砧板，我先给你们讲一下东西先。你拿来切鱼都好，你拿来切肉都好啊，它会怎样？你知道吗？它血水它会渗透进去。它是渗透性器，所以木砧板是非常非常多的细菌的。那么为什么你砧板要买一个卫生呢？因为你要知道，你所有的食材，你不管你切水果切肉什么东西都好呢，你都是放在砧板上面上切的，所以你整家人的健康是你要负责任。那么今天你买这个，它第一它抗菌， OK， 第一它抗菌啊， Patriot same quality 啊，不过它是加厚，它是加大一点点的，重量刚才有给你们看了的。来进来的全部帮我分享，然后你们左下角呢，右下角有爱心，帮我说爱心十秒上来，帮我说爱心十秒上来，好不好？帮我说爱心十秒上来。所以这个我先给你们讲啊，这个我先跟你讲 ，OK， 第一 ，OK， 不留细菌，你洗干净，它没有味道，没有细菌。第二，它不会什么，你知道吗？它不会发霉。它不会发霉 ，ice cream love 一句话罢了 ，OK，ice cream love，OK、okay,。如果你真的相信我的价钱优惠的话，你什么都不要讲先，你打一个 A 加一，我保留给你，因为我没有这样快报价的，我没有这样快报价的。如果你真的相信我这一个的价钱也是很优惠的话，你不要讲那么多，你打一个 A 加一。相信我的朋友，现在你们可以打 A 加一下单先，但是不要爽单，相信我的价钱 ，OK， 相信我的价钱，你们直接打 A 加一先 ，OK。那第二个。你一般上用的 plastic 砧板，你粘久了它的线 ，OK， 它的线在那边，对不对？它的线啊 ，OK， 很多会发黑，它会发黑，对不对？它会发黑。那么这一种白杠砧板它是不会发黑的，而且它是304食品级杠，304食品级杠。OK， 那么为什么你们砍，我要叫你们用后面来砍呢 ？OK， 很简单一样东西，来。因为这个白杠嘛，它是金属的东西，一定要有分享啊！郑树福，你没有分享，没有分享，我没有保留的。听好，一定要帮我分享直播，一定要帮我分享直播。相信我的价钱的朋友，你们现在可以下单打 A 加一先，你们可以打 A 加一先 ，OK？ 只要你们相信我一句话，我总之我不会卖你们贵，一句话讲到完 ，OK？ 加厚版市场价一片138 ，OK？ 但是我今天我肯定给你们讲，我不会卖超过100块就对了。我不会卖超过100块，你们相信了，你们下单先。我讲完了，我叫安内切肌肉给你们看，我就报价给你们讲，好不好 ？OK， 来，所以如果你要用来切火龙果、切黄姜、萝卜这些东西啊，来，你可以用这个。为什么不留色素？因为如果你有用那种 plastic 砧板、PVC 砧板，只要每次你有切黄姜 ，OK， 你有切那个什么，我们讲说切那个火龙果啊。OK， 切那个火龙果啊 ，OK， 它会上色，对不对？颜色啊，洗来洗去洗不掉的，对不对？对，帮我答对，好不好？对，帮我答对 ，OK， 对，帮我答对啊！两片有优惠啊！如果你们要买两片，等一下两片有优惠的 ，OK， 来。那么今天我这一个啊，你洗就干净，不留色素，第二不会发霉，第二不会发霉。来，再来这里啊，注意看啊，砍用这边，为什么不要用这边？白钢是金属。你的刀是金属 ，OK。如果你拿金属碰金属，你的刀很容易钝掉，你的刀很容易钝掉，所以砍你用这里。那么可能这个你砍大力，你怕会爆。我跟你讲，你不要碰到大大力那种，基本上你拿来砍鸡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OK 都没有问题。所以我现在我直接做砍给大家看，我直接做砍给大家看，然后我回来我再给你们比较，我就要报价了。还没有分享的朋友先分享先，现在我叫安内啊。OK， 帮我在上面砍鸡肉给你们看。哎呀，要不要看？要看说爱心，要看说爱心啊，说爱心上来。OK， 来，我叫安内，帮我弄，因为我今天没有小助手，我找安内做小助手。来，安内，阿音哥拎打的。妈，你是老王，你帮忙这个忙啊，我忙鸡啊鸡，我忙这个忙啊。没问啊。又打的阿勇过来啊 ，OK， 打不落地啊的，不痛啊，啊，卢卡西啊，啊，阿勇不痛，啊，阿勇，卢安边多嘛哩，安边多嘛哩，那安边这里又不痛，把盖呢，阿内完了右边都粘板，又不痛把盖不啊？你看他用这种的，你看了吗？
种久了，看整个黑黑。听你直播那边说啊，打不离干，说到打不离不说干啊，看到吗？这种啊就是不好用，你看咖喱杂酱。OK， 但是今天来，哎呀妈的，给啊，又不动多，啊多啊，啊又不动啊就，看啊，刮啦刮，又打他妈干了，啊，还得不加？打的啊，不动，什么不动？给啊，看到吗？他可以拿来砍的，记得砍，我们用这一面啊，不动啊。啊 ，OK 啊，用了大芒果，那丢吧给谁呀 ？OK 啊。来，看到了没有 ？OK， 你们可以直接拿来砍，没有问题。当然了，刚才呢 ，OK。他应该是紧张，他上我的直播、啊、紧张。他平时斩啊，我跟你讲是砰砰砰的，我跟你讲。OK， 来，大家四百位朋友，我现在给你们比较。OK， 这个包装是这样的，寄给你们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包装了啊。然后这片东西呢，其实我研究到今天呢，我还不知道它是拿来干嘛的。OK， 你们回到家帮我研究一下，它可能是拿来垫高的。OK， 那、啊、所以哦，它上面它有这个钩，它有这个钩。你们刚才有没有看到白色砧板那种黑黑黄黄啊？洗不掉的，对不对？洗不掉的，对不对？老板可以拿来砍猪骨吗？来猪大骨哦，我很老实跟你讲的，你砍下去呢，它这里如果你很粗力呢，它多多少少一定会裂的，会裂的。但是它如果这边裂了，你摆个砧板这边都可以用。没有吗？所以你猪骨呢，你尽量你顺利去打，你不要死命往死里扎。OK， 而且对，刚才 Katie 说有讲到重点，你拿来砍排骨、鸡肉这些不会滑。那 OK， 我给你们比较先拿来，大家看到分别吗？上一轮我卖的这个卖多少钱？来写上来。上一轮我卖多少钱？我卖薄的多少钱？那看到吗？这个是上一轮我卖的，这个是这一轮我卖的。你看到它的厚度吗？看到它的厚度吗？有没有看到它的分别 ？OK。有没有看到它的分别？有哦，很明显，对不对？来，现在我给你们看它的重量，我给你们看它的重量。我上次卖的这一片一个 kilo， 一个 kilo 啊，我今天要做的这一片 1.5 kilo， 1.5 kilo 啊， 1.5 kilo 啊。 OK， 来各位438位朋友准备好了没有？ OK，我再次给你们讲规矩，请各位宝宝高抬贵手，要买多少个现在这里直接下单，我不要来面交用抢的，好不好？不要来面交用抢的 ，OK？ 不要来面交用抢的，因为我只有150块，两个的质量都是一样的，那个是在套在手柄上面套不到，套不到，我试过了，我就是套来套去套不到 ，OK？ 套不到啊！之前我卖这个啊。58块，对不对？我卖这个58块啊，对不对？对啊，来，这个是加厚版的、啊，加厚版的、啊。OK， 你们有买过薄的，你们今天要买多一片厚的也没有问题的，因为家里砧板你一个两个也不用紧的。加厚版 2.3cm 的这片，双面啊，两面都可以用。来，听好，各位宝宝，我算一个美美的价钱给你们，好不好？好，帮我说，这里400多个朋友，我要求100位朋友说好上来。我给你们一个美美的价钱 ，OK， 给你们一个美美的价钱，包括我也给买这些朋友 ，OK， 有买过的朋友，我直接给买，你们有机会可以买第二片砧板，好不好？又不会浪费钱了，我做一个美美的价钱给你们。来说好说爱心，市价138，市价138 ，OK， 卖价88，卖价是要88啊。今天听好，没有分享的朋友不要下单，你真的要下单帮我一个忙，我再给你们一个价钱，我再给你们一个美美的价钱 ，OK， 我不卖88，我只要你们分享罢了，我只要你们分享啊，准备啊。要多少下多少就对了 ，OK， 限量货，要多少下多少。你看我当我给你们的包装都已经美过了了，我给你们包装都已经美过了了。来，要的朋友不用88，
刚才如果有下单的朋友，你们看到哎两片比较划算的，你要换单，你记得后面帮我注明写改单，记得帮我注明写改单啊。如果你该算下 A 加1的朋友，你突然间要两片，你打 A 加2的同时，你记得注明改单。听好，各位宝宝，要的朋友，小编那个 Save Reply 跟他换掉啊，我不要卖88。要的，要一片打 A 加2，要两片，哎，要一片打 A 加1，要两片打 A 加2，一片不用88，68 ，OK， 68就好，买两片120，买两片120块。OK， 买两片120块，如果买三片就是180，现在开始150片开放抢购。来，小编 set reply 改一下，不要88，68一片，两片120。OK， 西马的邮费啊，你买两套收你10块钱邮费，东马的邮费呢，一片加25，两片加45。OK， 新加坡朋友买一片38新币包邮，买两片63新币，买两片63新币啊。OK， 面胶一样要打上来，面胶一样要打上来 ，OK， 一样要打上来啊 ，OK， 来说上来 ，OK， 说上来，要多少买多少就好了 ，OK， 不要再来面胶的时候又用抢的方式，好不好？你今天你想好好，你要顺便买给你爸爸妈妈 ，OK 都可以。刚才有打 A 加1的朋友要改单 A 加2的，记得后面要好像张美美这样注明改单，一片68，两片120 ，steady 给你们，好不好 ？steady 的话说爱心给我。Steady 的话刷爱心给我啊！OK， 我让你们用一个最好的价钱，因为砧板是长期用的。两片多少钱？两片西马给10块钱邮费，两片120。新币，新加坡新币一片38新币，两片来讲啊，63新币。李秀珍 ，Make in China 的 ，Make in China 的，我很大声跟你讲了。OK， 很大声跟你讲的，不要去听什么，相信什么砧板啊，又 Make in Germany 啊，又 Make in 那里啦。OK， 没有这一回事。Make in Germany 的话，一片不只会卖啊，一片卖你300块，我不知道会不会亏啊。OK， 来，切肉用哪一面？来听我讲啊，大家听我讲多一次。白钢面你可以拿来切，砍的话转去后面用这一面。为什么？这面比较软。白钢比较硬，如果你刀对刀来砍呢，它硬碰硬呢，它容易钝掉那个刀，容易钝掉，明白吗？所以呢，你们记得砍全部用后面，三片就88，三片就88啊 ，OK， 三片就88。来 ，Mickey Jin 之前订了还没有拿的可以改单吗？如果你可以加钱，没有问题。OK， 没有问题啊。OK， 你可以加钱，你可能就是在那个十多个还没有拿的，你是要来面交的，对不对 ，Mickey Jin？ OK， 小编看一下 Mickey Jin 是不是上一轮定了的。OK， 跟他安排一下 ，Mickey Jin， 我让小编帮你安排。OK， 刚才我已经下单 A 加1了，看我有下单，有，现在有打的都有记录的，现在都打 ，B Lam Lao 三片就直接算你180块，180块啊，好不好？然后各位，我看到很多人下单，我很感恩你们的下单，但是你们记得也要帮我分享一次，好不好？记得帮我分享一次，这个加厚就对了的，你摸上去那个手感 OK 了。然后重点啊 ，OK， 建哥问到这个问题呢，来，我可以很老实回答你，建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片砧板是不会花的，建哥，不管你买什么砧板，每一片砧板都会花的。如果有人跟你讲砧板不会花的，骗你的，骗你的啊！每一种砧板，不管你买 BVC、买低碳砧板、竹碳砧板、白钢砧板，什么砧板都会花，只是说白钢砧板它好在哪里？它跟你们的锅一样，你们有用钢锅的吗？对不对？钢锅花了不明显的，你要很近看才有的，这样一样的。你看我这个其实花了的 ，OK。但是如果我没有放靠近给你看，你基本上看不到花的，对不对 ？OK， 砧板一定会花的。哦，你不要砧板花，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你不要用 ，OK， 不要用那个砧板，它就不会花。OK， 一片邮费是10块吗？西马买一片买两片邮费都是10块钱。OK， 一片两片邮费都是10块钱啊。OK， 来，How you do 我的呢？我怕我下两次啊，麻烦叫小编查看，谢谢。OK， 来赖维克，如果你之前的小片的呢，你担心没有，你可以下单大片，然后你加钱就 OK 了的，你加钱就 OK 了的，赖维克。OK， 加钱就 OK 了的，明白吗？来，你们在哪里？我们是在 KL 格邦。我们在 KL 格邦啊，我们在 KL 格邦，这么 GS 都讲哈哈哈的 ，GS 哦，什么事哦？什么事哦？
OK， 来，要面交的可以，面交的你今天直接过来拿，有现货了的，有现货直接过来拿。OK， 面交时间10点到6点。OK， 10点到6点啊，10点到6点。来，我再次给你们讲解一下这个展板。我到现在啊，我发现到啊，这个东西啊，它是不是拿来垫高的 ？OK， 来，可以，没有问题啊，不是我们要算贵啊。他收我们多少钱，我们赚多少钱嘛？因为东马的油费呢，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因为我们用快油，我们不是用船，我们空运过去的，空运过去的、啊。OK， 再来，现在我们开始讲站板。OK， 你们要记得一样东西啊，站板它的卫生程度啊，它比你们马桶盖啊还肮脏多300%，这个是有事实根据的。为什么？不管你是用木的站板，我们先来讲木的站板。比如说你今天用木的站板，你在上面切鱼，你在上面切肉，它有血水。它有血水啊，那个血水会渗入，明白吗？这样你洗的时候，你洗得到表面罢了。为什么那种木砧板啊，永远你用了过，上面会有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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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白白的东西？有原因的，那种就是叫做大肠杆菌，你吃下去就会老塞，严重会致癌、胃癌，你明白吗 ？OK， 白钢砧板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很简单，白钢砧板呢，它可以抗菌。就说不管你今天啊 ，OK， 你怎样去切 ，OK， 你洗干净，细菌不留在上面 ，OK。第二 ，OK， 色素，什么叫色素？有拿过砧板，谁有拿过砧板来切过火龙果、黄姜、萝卜？有的朋友打有，它是不是上面留的颜色你洗不掉的？你洗不掉的那种白色的砧板，你切火龙果，你切黄姜，黄姜是最够力的。你洗不掉了，你怎样拿铁锁去跟他说？你怎样放洗碗巾去洗？他没有办法洗到干干净净。而且白色的砧板它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切了它有花，那条花久了它一定会变黑色的，对不对？哦，对，说爱心给我啊，对不对？那么白钢砧板它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明白吗？因为只要它黑黑的啊，它就是有细菌，它颜色残留在上面，它就是有细菌，明白吗？因为为什么它是杂来的嘛？那些是黄姜的杂来的嘛？OK， 它残留在上面就是有细菌残留。这样你要记得，你今天砧板买来是做什么的？你今天砧板买来是切东西的。你切的东西是什么的？你切的东西是吃进肚子里面的。OK， 是吃进肚子里面的，明白吗？哦，所以可能你会讲我东西都有煮过了。对，你水果呢？你水果呢？你水果拿去煮吗？你火龙果拿去煮是吧？你火龙果拿去放烤箱弄热是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你将去杀毒消菌。对不对 ？OK， 那今天你买这个呢？你无论是说你切火龙果，你切黄姜 ，OK， 你也不用说担心它会怎样，担心会来残留色素，你只要洗干净就可以了。你说不用就不会滑，没有，我讲的是真的，砧板每一片砧板都会滑的，真的。如果有谁啊 ，OK， 有跟我讲那个砧板啊切了不会滑的哦，那个人在做直播这样讲哦，你叫他来跟我讲。你叫他来跟我讲，我真的我不知道有什么砧板啊，切了不会花的，是不是？你不要用就不会花咯，对不对 ？OK， 下单的没有收到信息的，有关播了才发信息，关播了才发信息啊。OK， 来，进来的宝宝听好啊，我上一轮的被抢购440片的是这个薄的，现在今天这一片呢是厚的，看到吗？它的分别，你这样看很明显，它的重量来讲啊，你注意看这里。我上次卖58块的，这个是1kg 咯。OK， 来，这个是加厚的，1.5kg 咯，多了500g， 多了500g 啊。OK， 来，请问砍东西会快坏吗？你基本上你拿来砍鸡 ，OK， 砍鸡这些没有问题。OK， 比如说你拿来砍排骨 ，OK， 你拿来砍排骨，你明白吗？拿来砍排骨呢？OK， 你不要一直往同一个地方死命去砍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东西来讲呢，砍它无论怎样，它都是会三张板的，只是看你怎样去用它。那基本上这个是很厚的，很硬实的，你明白吗？很硬实的，我真的跟你们讲，不是开玩笑的。OK， 所以砍为什么我叫你不要用这边来砍？白钢你拿来刀来砍不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的刀很容易钝，因为金属碰金属 ，OK， 所以砍你尽量用后面来砍，不要一直往死命那个地方一直跟他砍，一直跟他砍，一直跟他砍，这样什么东西都会被砍坏掉。
明白我的意思吗？基本上是很耐的东西来的，然后即使这边不小心给你砍坏掉了，你这边还可以用，明白吗？因为它是双面砧板，它是双面砧板啊。Normally is better meat and fruit cutting board, yeah, OK, 来切不会花是玩具的，玩具都会花， OK, 来，所以呢，我砍排骨和鸡肉没有问题，对，来，上次买的可以换后，如果你已经汇款了就没有办法了，你就没有办法了哈，你已经汇款已经发货了就没有办法了的， OK, 来，其实砧板你们可以买一片厚一片薄的，没有问题的，因为砧板是多用的。砧板是多用的，你家里不可能你买一个砧板的，你一定两种砧板的，有时会分类的嘛。而砧板我们都会分类，你买一片薄一片厚啊 ，OK， 薄的你拿来切啊，厚的你拿来砍啊，哦，就这样来用咯。OK， 来价钱多少对不对？进来的朋友来说爱心给我，刚刚进来不知道价钱的朋友说爱心给我，然后记得一定要帮我分享直播，一定要帮我分享直播啊。OK， 这个市场价138，我的卖价是88。但是今天我不卖88 ，OK， 我只要求一样东西罢了。真的，各位零雷零宅，我要求的东西很简单，你们就做得到了。我要分享一次罢了，我要你们分享一次在你们的个人主页罢了，我要你们分享一次在你们个人主页。我没有说要三次、五次、十次这样，没有，我只是要一次罢了。我也不要你们难做，你帮我分享一次，不要分享去吹水站，不要分享在广告群，你分享来你的个人主页。然后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看我直播，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好友哥 ，like and follow 我们的主页 online Gakimo。OK， 做完这些了，来今天下单大片的，听好，这个是大片的。OK， 来买一片来讲呢。68块，你直接买两片去120块 ，OK， 直接买这个120块，120块，所以怎样下单？你要一片打上 A 加二，你要两片打 A 加三 ，OK， 打 A 加三，哎，不是，只要两片打 A 加二，手里我都乐了，要一片打 A 加一，两片打 A 加二。OK， 西马油费你买一片也好，买两片都好，油费都是10块。东马油费一片25块，两片45块。新加坡买一片来讲是38新币，买一片是38新币，买两片来讲啊，63新币啊。Sorry 啊，我讲错了啊，一片打 A 加一，两片打 A 加二，三片打 A 加三。如果直接买三片呢，就是三六十八，180块，180块来。小编打上来一下，被买了几套啊？因为这个我只能出150套，你把它打上来一下，没有关系，我讲错，吉尼不是你的问题，我讲错啊。OK， 来，我们给小编结单一下啊。所以真的啊，你们买多少片，你们来，如果你们要加单，你们先问了先能不能加单，不要好像这个上次这个薄的这样，全部一来啊，我用抢的。用抢的钱丢了就走，连单都不用了的，留下表妹跟阿妹啊两个人傻傻在那边看。来打上来啊，现货，对，现货，现货。好友哥有点今天有点口不对心，没有，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整个人就头很沉，因为我最近有吃一个中药，这个中药是从台湾买回来的，然后吃了哦，全身就很热气啊，很热气那种啊。你知道晚上我开着冷气房啊，我可以流汗流到我整个床单湿到完了。OK， 110家 ，OK， 来各位，还剩下大概30多片啊，剩下大概三十多片。现在我直接近距离给你们看它的质量啊，好不好？我近距离给你们看。哎 ，Vivo 不是不要包邮，这一次的比较重啊。上一轮有包邮没？上一轮也没有包邮啊 ，Vivo 都不知道有两款，不是有两款。OK， 因为薄的卖完了，他上次也是给我们这个罢了。来，我给你们看质量先。OK， 首先你们看这里啊，星期四来拿可以吗？可以，星期四有开。OK， 有看到吗？这里 SUS 304，为什么是 SUS 啊？白钢还有分商用跟食品级的，这个是食品级的。
长度39cm， 宽度29cm。OK， 29×39×29cm 吧。来 ，Daily Cooking， 知道吗？后厨房薄的放餐厅用 ，Perfect。对，这个跟上次啊有什么分别？对啊，我上次都没有包邮啊。你看错了是吗？我上次都没有包邮啊。来，这个有什么分别？来，各位老板注意看这里啊，上次我卖的是这个啊。老板老板娘有看到分别吗？有没有看到分别？有吗？有打有一下啊。 OK， 有没有看到那个分别？来，有没有看到？有啊。 OK， 再来我给你们看重量啊。来，这个是啊，重量薄的是1kg啊，薄的是1kg啊。 OK， 来，这个是重的，这个是现在加厚版的，好吗？接近2kg，差不多是一点，这个是一点几啊？我不会看秤呢，这是1.6是吧？这是1.6是吧？应该是1.6kg对吧？还是1.6啦？1.6、1.2、1.4、1.6、1.8啊？对，1.6kg，1.6kg啊！来，小编看一下他们那种啊 ，OK， 解决一下他们的问题。老板看后面展板可以来，后面是这样的，这边是我们用来砍的啊。OK， 看到吧？没有阴功的啦 ，Tony， 两个都是一样的品质来的。两个都是一样的品质来的，两个都是一样的管理地来的 ，OK， 都是一样的管理地的。来，这是后面的，所以为什么你们砍呢？不要用这边来砍呢？因为刀也是钢或者是铁，刀钢 ，OK， 都是金属，这个也是金属，明白吗？像你今天你金属拿来打金属，你刀很容易钝，因为硬面嘛。所以你砍，我们是用后面这一面来砍，因为它比较软一点。后面是白色，不是塑料来的。Nicolim， 如果 plastic， 我不敢叫你拿来砍了 ，plastic 不会砍。OK， 这个不是塑料来的，你听那个声音。啊 ，plastic 是这样的声音，很硬的。我跟你讲，刚才安内在里面帮我拿来砍砍肌肉都没有问题，好吗？很硬实的。很硬实的啊，所以哦，你们分 ，OK， 然后这个呢，你比如说拿来切火龙果，你拿来切黄姜 ，OK， 这类东西是吧？你洗干净，它的色素呢 ，OK， 它的色素可以洗到干干净净，它不会残留在上面。这一面是要撕开粘纸，或是本来都是这样的啊，本来都是这样的。本来都是这样的，一样的材质，反而你对女生可能会比较喜欢薄的，因为这个它有一点重了，它有一点重量感了，它有一点重量感了，明白吗？所以第二来讲呢，它不会残留细菌啊，它不会留那种细菌，而且即使它花来讲啊，因为白色砧板那种啊，它只要花，它会有一条一条一条线，对不对啊 ？OK， 会发霉啊，对不对？如果木砧板来讲，你切鱼切肉有血水的东西，对不对？它会怎样呢？它会渗透进去。OK， 它会渗透进去里面，渗透是很危险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因为你木砧板你洗的时候啊，你只能洗它的表面，你洗不到它的内部。它的内部就很多那种血水残留的细菌，会制造大肠杆菌。所以你注意看你的砧板，只要它有白色一打一打，那个白色那一打就是细菌来的。就是细菌来的啊，明白吗？那今天你用板这种砧板呢，它好处就是它不会残留那个细菌，它不会残留色素，你洗都比较好洗。而且呢，你看到吗？它旁边这里呢，它有这个 silicone 围住到完了、
所以你砧板你即使放在湿湿的表面呢、啊，它防滑，它不会说你砍的时候整片砧板滑掉，它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它有这个硅胶帮你咬住，它有这个硅胶帮你咬住啊。那里面呢，其实它有给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我到现在我研究不到是哪来做么，然后那个厂家也不懂，你看这样放又不可以，这样放又不可以，结果我想来想去啊，它唯一啊可以有的作为哦，就是这样放着哦，然后把这个砧板垫高罢了。OK， 它唯一的作为就是这样吧。我基本上啊，我想不到这个东西啊可以拿来做么的，这样拿来扫。OK。切肉没有问题的，切肉你用薄的都切得到的，切肉你用薄的都切得到的，没有问题的 ，OK， 没有问题的、啊，明白吗？因为呢，它这个是加厚它的杠吗？你明白吗？杠这里就是拿来切肉的，砍跟它没有关系的，明白吗？因为啊，即使啊变厚啊，你拿来砍啊，你也不能砍的啊，白杠这一面你也不能拿来砍的，你也不能拿来砍的，对啊，给啊来，所以要的朋友呢来。剩下最后二十片，剩下最后二十片啊！如果有分享直播，有 like 有 follow， 市场价138，我的卖价88，今天不用有分享，一片68，两片120，要一片打 A 加一，要两片打 A 加二，三片你就打 A 加三。OK， 要三片你就打 A 加三 ，C 嘛邮费不管你买一片两片 ，OK 都是10块钱。OK， 东马的油片油费一片25块，两片45块，我们用快油。OK， 我们用快油啊，直接用快油发给你们的。面胶也要打上来啊。OK， 面胶也要打上来啊，不是讲说面胶啊，你直接过来抢就是赢了啦，不能的，因为我们主要跟那些有下单的顾客的 ，OK， 负责的，好不好？来，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打上来啊，剩下的晚上再来看直播啊。丹恩啊，丹恩 OK， 你写了这句话过后、哦、你后面还放两个笑脸哦，我很明显就知道你是做我的 cake 了。 OK， 做我的 cake 了。 OK， 你还要什么说明书？丹恩，砧板还要有说明书吗？你告诉我砧板为什么要说明书，切还要教你怎样切啊。 OK，这样的话不用买了，如果一样三次买了两片，那你其实你那两片薄的都可以放这用了的，没有关系了的，可以用的，一样用的，质量是一样的，它的质量啊的管理地是一样的。 OK， 它的质量跟管理地你放心，都是一样的东西，包装是这样啊，我们寄给你们的时候这样的包装啊。 OK， Blue Oyster maybe is for holding the chopping board placed on the table. Yeah lah, 你们这个你们回到家帮我研究一下啊。我研究了两天呢，我到今天我还不知道他这一搞东西是拿来做么的嘞。我讲真的，我根本找不到一个地方啊可以塞的嘞。Cake 我套又套不住，跟他塞，有一点觉得这个东西很多高椅的，很多高椅的，根本不知道拿来做么的这个东西。啊，算了，你们研究了给我知道。OK， 所以收到货啊，有这个东西在里面，你不要问我怎样用啊。我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拿来做么的，我还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拿来做么的，我根本我想不到。这奇怪啊，又没有地方啊，它这边就是这样拿着，这样挂着罢了嘛。这东西到底是拿来做么呢？收到货有这个不要问我啊。 OK， 不要问我是哪来做么。 OK understand， 来200位朋友。 OK， 还有疑问吗？你们还有疑问吗？有疑问你们问一下，我们再开多一个10分钟左右呢，我们就关播了。要下单了你们就加紧下单。 That put at back when cutting something seafood let the water leaking down、maybe， 所以我就讲来讲去，这个东西是拿来垫高罢了咯，拿来垫高咯，基本上啊，它就是它的作用就是拿来垫高吧，哦，对哦，来垫高吧，哦。拿来垫高吧了。
啊，像这个东西就是拿来垫高的。哦，好像 Amanda 讲的 ，that put at back when cutting some seafood, let the water leaking down. Okay, let the water leaking down. 啊 ，OK， 就是这样嘛。好，这个就是它的作用啊，就是它的作用。哎，没有了，没有作用啊。不是啦，只是看到你捉摸不到，捉摸不到的眼睛。哦，你是讲这个是吧？是啦，我真的是很 kick 哦。我看这个东西，那天拿来的时候，光头哥拿这货给我的时候，他就讲说，他看到这里面的东西，他讲你去研究一下，因为他跟厂家两个人呢，在那边坐着聊东西、喝茶的时候呢，他们就讲说，他们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到底是拿来做么。结果他们研究了几个小时，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拿来做么。他唯一想到的就是拿来垫高。这样他交给我的时候呢，你们知道吗？他跟我讲的时候呢，我还跟他讲一句话呀，你们巴裂了，这样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拿来做么。我就拿了，我就上我的房间的时候，我就在 office 的时候，我就拿这个东西。因为我本来我第一次我一看到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觉得他们巴裂？因为我一看，我觉得这个的跟这个的 shape 一样嘛，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盖着的，给它厚一点的，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可以锁了， OK， 有一个螺丝还是什么可以锁了，然后我就去，哎，没有了，我就问他有没有螺丝啊，他讲没有。那边他说，如果你要三个，你直接打 A 加三，然后你注明改单，你注明改单啦、啊。我就研究，你知道，我研究了一天，然后我整公司每一个，包括我的那些摄影师啊、剪接师，我每一个我都去问，问他们到底这个东西你们觉得是拿来做么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去研究，研究到今天啊，我还是那个结论，它就是拿来垫高的罢了，它就拿来垫高的罢了啊。有给我请问这个是板吗？它是砧板，它不是板，白钢面的。白钢面的砧板呢，它最好的东西在哪里，知道吗？它一样东西赢完了，它抗菌，因为这个是食品级的白钢 ，OK， 这个是食品级的白钢，它是抗菌的，抗菌的，就是说你不用担心，好像木砧板这样啊，切了血水呢，会渗入进去里面啊，导致到啊细菌很多 ，OK， 又或者是我们讲说，你用那种 plastic 砧板、PVC 砧板，白色那种这样啊，切久了有花的地方会变黑啊，还有最重要一样的东西，这个白钢砧板，无论你切什么，你都不用担心呢，它的色素会留在上面，比如说好像黄姜啊、火龙果这些很厉害的。哦，你切在砧板，它会残留色素的，那个色素你讲洗啊，都不会干净的，它都不会干净的。但是这个呢，它没有问题。来，如果买了薄的，有需要想要再买厚的，如果买了薄的，有需要要再买厚的吗？还是一样的，雷洛，你反正都买了两片了，一样的。因为我现在是啊，很多人叫我在卖，我是没有薄的给他 ，OK。有包邮吗？封面这个价钱包邮不到给你了咯 ，OK， 包邮不到给你了咯。有时候我真的很痛苦一下的 ，OK， 有时候我真的很痛苦一下的，就是啊，你们一直跟我讲外面有包邮啊，然后结果我去看那个包邮的、啊、卖138包邮给他们，是不是有包邮两个字你们看到就比较开心？然后卖贵一点都没有问题是吧？你们只是在乎包邮那两个字是吧 ？OK， 如果这样的话哦，这样很好办事哦。OK， 真的很好办事哦，因为真的你们只是在乎啊包邮两个字，你们根本没有看价钱。138包邮，肯定给包邮咯。我今天我卖六十八嘞，你邮费给一个，我讲西马，你给一个10块钱也才78不了嘞，你不要还省多少钱？你还省60块嘞。真的要不要去看那个东西。如果真的你们要爽有包邮这两个字的，这样没有问题。因为简单一点来讲，羊毛长在羊身上的嘛，你明白吗？我把它 up 上来不了吗？那我今天跟你讲哦，来，今天这个88块，来包邮。OK， 这样大家听了很爽，但是其实我又多赚10块钱，哎，这样不错，这样我可以做这样的东西。你们要吗？你们要打要，不要打不要。OK， 阿佑哥拿我煲汤喝了，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拿什么？那个什么，来，阿佑哥，你可以帮忙叫后台回我信息啊，追一下有信息后台啊，麦克还没有回复，可以来，小编注意一下 Emily Call 的问题啊，多少 cm？ 你是在哪里的？我在 KL Kapong 啊，这个是39 cm 长度39 cm， 宽度29 cm。来，阿佑哥可以砍骨头吗？可以，没有问题。啊，他们是要保佑大凯。你说的做个好心人嘛，已经很好心了啊。他的 company buy two free protest but expenses
啊，是啦，所以哦，我就讲哦，你们是不是只要有包邮两个字，你们就很开心了？这样我可以改那完了，我含不拉跟他改那完了，我把东西加进去啊，我加一个20块进去啊，然后我写包邮。我写包邮，如果你们要这样的话，我做这样的东西给你们。好，反正你们听到又不要说哦，有包邮哦，有包邮哦，有包邮哦。OK， 我又可以赚多10块哦，何乐而不为哦？不错不错 ，commission 又高一点。来，那么价钱可以差那么远了。OK， 大家这个问题不要去问了，问了你会怕。OK， 问了你会怕，我跟你讲，问了你会怕，我解释了啊，等一下哦又。又什么啊？又得罪到人了、啊，又得罪到人了、啊。简单一句话了，我们是做暴利多销了，我们不是做暴利啊、暴利多销，我们做暴利多销。好，有个后台没有看信息，给他们一点时间，你看，因为他们刚刚早上10点上班嘛了，他们已经顺着去回了。昨晚的信息，他们顺着那个时间一个一个去回了，一个一个是回的。外面这个是白钢砧板，两面都可以用的，双面都可以用的。OK， 双面都可以用的啊。OK， 明白吗 ？OK， 所以来最后3分钟啊，要下单了，一片68块，如果你直接买两片，就是120块。西马买一片两片，邮费都是10块钱。东马邮费一片25，两片45，用快邮。OK， 用快邮啊，就是坐飞机的，坐飞机送给你们的啊，坐飞机送过去的。新加坡朋友呢？啊，我看一下啊，新加坡买一片是38新币，包邮。的价钱了的，买两片是63新币，买两片63新币啊，来，请问那个3.8个盘卖完没有？那个可以 inbox 下单哦 ，IV Wong 那个可以 inbox 下单，那个有货，那个有货啊，啊有货我就给你们讲有货了，限量货我一定给你们讲限量货了，烟烟。可以啊，打上来先，都是我们消费者的心态，是啦，所以哦，如果你们要做包邮，我可以做了，304杠 ，SUS 啊，食品级的，抽小令，食品级的304杠来的，食品级的304杠来的这个。总之收到货，我是装在这个盒子给你们的。加个盒子给你们的、啊、收到货。哎，还有一样东西嘞，这个啊，你可以拿来切这的东西，是天那天那款吗？不是，加厚版的这个，加厚版的、啊、这个黑人镜，它跟那天那一款有分别了，分别到加厚了，那我给你看就可以了。那天我卖的是这个。这个你注意看它的比较，它的厚度，看到吗？它比较有没有看到？黑人精加厚版的这个比较重一点，这个是1kg，这个是1.6kg，1.6kg啊。谢谢，不用客气，曹小玲。OK 啊，小编你可以接单了，小编。316、304有什么分别 ？OK， 316呢，我们叫做抗氧化钙 ，SUS 304叫做食品级，但是316跟食品级，那316跟304都有食品级的，它分别在钢的等级。不过你的台湾台，你的台说真的卖很便宜，薄利多销啦。只能讲说，模式不一样啦。因为每一个人呢、啊，做平台的每一个人，有些是要做品牌，有些就说要走高端路线的，要做品牌。只能讲说，现在市场它的问题是这样，现在市场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说大家可能会撞场。就大家可能会撞厂，就是说可能一个厂它 OEM 出来，然后可能我们几个厂去拿，牌子不一样，但可能东西是一样。
这样牌子不一样，东西一样，可能每个人他要赚的盈利啊不一样，可能有些要赚100%，有些要赚80%， OK， 有些是要赚70%，其实没有讲错的啦，没有讲错的啦，对不对？因为做生意啊，毕竟就是为了赚钱，也不是讲说老千还是不老千的问题，就看个人的定义在哪里，要赚多赚少，因为做生意你就是要赚钱了。啊，这样我们的利润空间我们是保持在没有这样高咯，因为我们要做量，因为第一很简单的东西，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因为现在网络时代嘛，产品的曝光率很大，你卖一个东西，你可能你没有办法慢慢去卖它，比如说我今天我进这1000粒，我可能我花4个月的时间去卖呢，到4个月的时候呢，可能不要讲4个月了，这个月我先进先 ，OK， 然后我可能我卖一个比较高的价钱，可能我卖一片赚一片的价钱，我卖138好不好？我卖138嘞，这样我可能我一场直播最多卖30片、40片，这样我这个货呢，我囤到越后面啊，我就越糟糕，因为当如果市场有别人进了，他卖比较便宜了，这东西曝光率越大了，这样你贵了，你是不是走很慢？然后你卖贵了，你就很难再去调便宜，因为为什么？你如果你突然间你第一场卖138，一个月过后这东西很难卖了，市面上有人家在炸价了，啊，这样我们就突然间跌价去卖，这样突然间跌价去卖来讲呢 ，OK， 你之前买的顾客就会觉得，哎，我买贵了还是什么这样之类，所以我们宁愿就是说呢，一开始进来 ，OK， 一开始进来我们就直接卖最低。就直接卖最低，卖快啦，卖快，我们要做快的，就是说可能我一场直播我就可以卖100多片，卖100多片，这样我出货快嘛，出货快嘛，邮费多少钱？西马买一片两片邮费都是10块，东马邮片一片25，两片45，对，不管31630是好用耐用就好，这样我可以保证真的是耐用，其实东西是一样用嘛，对，一样用，封链一片68，两片120块。两片120块，下单要一片打 A 加一，要两片打 A 加二，三片打 A 加三。来，那天的29汇款订单有问题，告诉你们，但是你们还没有回复，可以回下信息吗？你其实写给我们的，如果你是昨天晚上过了9点写给我们的，你要耐心等待一下，因为我们的客服9点下班，然后啊现在上班，他就是顺着昨晚的时间慢慢去回，哦，不是说直接跳的，没有跳的，他们一定要顺着时间慢慢去回的。OK， 你下单了哦，不是客服没有收到，关播了他们才会一个一个联络你们的，关播了他才会一个一个联络你们的。OK， 哎，来来来，啊，可以了，啊，顺便弄这个，啊，这些可以拿回去好了，谢谢你啊，爱你啊，啊，直接放在上面了，拿得到吗？还有一片在安内那边的，啊，下面啊，里面有零雷哦，零雷。有零雷耶，哦，没有去跟他拿微信。来，所以没有什么的话呢，我先关了啊，大家，拜拜。